植物最乖，就是你啊！你是最乖的吗？没错，你是。哦，是小藤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放开我！放弃！弗兰奇只是想保护我，它不会伤害任何人的，它是棵绿色植物。 中杯全脂牛奶，史蒂夫，其实我要的是脱脂牛奶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弗兰奇，别这样！小藤，你必须得管管你的植物。看我的工业用强力杂草喷雾剂。 你说小子，你这变得是什么东西？我是蚜虫，虽然会很慢，但它早晚是我的。好，超级英雄们，我倒数三下，三、二，求你们了，不要攻击它，它没有恶意，它只不过就是长成了那样。嘿，有主意了，卡塔娜。好主意。 弗兰奇，你怎么样？哦，弗兰奇，好痒。